是卫生纸，不是番茄，是卫摸，质感一摸就知道是卫生纸。卫生纸怎么会掉到里面呢、啊？把它装回原来的位置，让他们厂家自己来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品管。把番茄汁倒出来，汤匙上这块并不是番茄果肉，是卫生纸，不是番茄，是卫摸质感一摸就知道是卫生纸。卫生纸怎么掉到里面呢、啊？艺人陈仙梅在脸书上po出这段影片，表示最近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，品管到底怎么了？因为她昨天要将这一瓶番茄汁倒给小孩喝的时候，但是一倒出来还纳闷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果肉，结果一摸材质摸起来像是面纸，当下打客服要反应，不过对方已经下班了。而她也说上个礼拜自己也对口喝了同一批的罐装番茄汁，还好这回事有倒出来，也因为这件事情，在贴文中他提醒网友，罐装饮料也要多注意，尽量倒出来再饮用。